装，拼多的神奇刷子，这不是我以前在国外买的，然后我现在就把小学生把它运出来一点点，就是喜欢这个功能。这件迷上了这个颜色，真的不错，真，然后我就迷上了那种紫色的眼影，没有那种闪片，好好看，大家适合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我的睫毛，哇，好纤长。睫毛膏也是不错，但是我其实特别不会夹睫毛、刷睫毛，又遇到了这个问题。我依旧夹睫毛，又会把我的睫毛给夹秃。还记得我第一个美妆视频，现在依旧还是会面临夹秃这个问题。你自己不是之前有推荐那个小技巧吗？对，太危险了，尽量还是不要啊。再烧一烧，它就热了，有点烫，好怕把它夹断。我真的就是很会夹睫毛。这个挺好用的，其实我下回也可以给大家推荐那种很好用的美瞳。我的瞳孔啊不适合戴那种特的大直径的，给大家推荐一些自然的。虽然我美瞳不是那么的知道很多很好看的，但是目前我现在发现的有一款很好看，画眼线用黑色的眼影，想必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，晕一下它就会比较自然。我知道我的粉丝说让我丢掉我的眼线笔。你最后觉得你那个眼线画得太飞了。那次联欢会，然后那个补妆的老师又不在，要补很多人，又在那个光线很暗的地方，然后我想着好不容易有次联欢会就想要特别一点，我确实大差了，画失败了。我和安吉就说你这个眼线有问题，我还擦了一下，但最后我不知道怎么拍出来到这儿了，那么长啊，不过我眼睛格格不入，有点太夸张了。确实那个失败，那个眼线笔已经被我丢掉了，我要买新的眼线笔。马上最后的工程，定个妆，虽然没有什么好用的，这个就一秒变磨皮。然后这个腮红也真的好，就是迷上了这种粉粉的腮红，轻轻的鼻子打点高光。我有块很喜欢的高光，但是你们看碎了，太心痛了，它真的绝美。我跟你说这个高光